旧历三月二十三号是妈祖诞辰的日子，鹿港天后宫是遵照古礼，伫主持举行祝寿典礼。现场是来了足侪虔诚的信众，共同来为妈祖祝寿。整个典礼庄严又搁隆重。主持一到，庙方人员甲信众是共同来为妈祖祝寿。一拜上香，再拜上香。除了团拜以外，庙方也准备了精美的宴桌和超大的平安鼓，要来为妈祖庆祝生日。每年来到这个妈祖生啊，也是咱这个一年多啊吼，尽量上高调的时阵吼，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吼，也每一年会来给咱妈祖拜啊吼，来做祝寿。今年来举办一孔五七年妈祖圣诞千秋日啦。咱嘛举办大戏吼，举办这个拜庙厅吼，以及咱这平安鼓的明仔载发送啊哩吼，咱明仔载嘛沿道看到吼，来甲妈祖婆来做祝寿的活动，咱嘛希望妈祖婆会当来庇佑咱跩善男信女咱台湾会跩老百姓会当安尼吼生活富裕吼，家庭美满，伫遮嘛非常感谢妈祖婆吼。这么多年第一面落港啊，会当安尼讲是行行啊，拢大发财啊呢。另外，现场嘛来了足侪民众来拜平安鼓，和民众带灯去吃平安。去年度有来拜拜啦，就是有拜到鼓啊，今年来行，想讲继续搁拜，有搁拜到感谢妈祖娘娘帮忙，赐这个福气。依照传统，鹿港天后宫伫妈祖生日天是袂关庙门，予信众会当随时来拜妈祖，为妈祖祝寿。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